欢迎来到学用数学，数学而用。今天呢要看这个什么双重根式的相加。那这道题呢，其实有一些历史渊源啊，主要呢就是当初卡当在处理三次方公式的时候呢，就用到这概念。好，所以它这个是从三次方公式里面提炼出来的题目。好，那这个东西要怎么做呢？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设成 u， 好，这东西设成 v。那现在我们会有什么？u3 加 v3， 这三次方就去掉了，我们就会这两个加起来呢就是80。好，但是呢，你看这边有一个 a 加 b a 减 b 的形式，那如果我今天把 u 跟 v 乘在一起呢，好，那这样子就变成1600减掉呢11平方乘13，好，所以1600减这边是1573。好，那得到的呢，就是这个27开立方就是3。好，那现在有了 u3 v3， 有了 uv， 那我们要如何求 u 加 v 呢？我们这边可以利用什么 u 加 v 的三次方，这边会得到什么 u3 加 v3 加上 3uv 的什么 u 加 v。现在把 u 加 v 设为 t，t3 就会等于80。加上3乘上3乘上 t， 好，因此呢 ，t3 减 9t 减80等于0。好，接下来就要来分解了。好，那三次方的，我们尝试一次因式检定法。好，把5带进去 ，125 减45减80是0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 t 减 5， 然后乘上呢后面这一串 t 平加 5t。然后呢，再加16等于0。好，那后面呢，这边是，那后面这个是一个虚根，好，所以这里的实根就只有这5。好，所以这题的答案呢，就会是5。当初卡当在解三次方公式的时候呢，就利用到这个代换法。关于这题的更多补充介绍，可以到 YouTube 搜寻我这个影片《解三次方程式的三个根》，你就会欣赏当时呢，卡当这个很妙的解三次方程的方法。